噔噔噔OK， 这什么？哦，就是那个挂在车里面有那个，后面，下面有 baby 在车上，那个人。好了，这期的 vlog 呢是非常非常的无聊，我觉得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就是带孩子啊之类的东西，假期嘛，妈妈也放假，我们也是刚去完 Brighton 回来了之后呢，就接着有十天的假期在家里。现在妈妈已经上班了，也很久没有录 vlog 了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录，有空的时候就，一趴一趴一趴这样录。这个 vlog 就是这样，一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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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在这十天内呢才发生的事情啊。如果太无聊的话呢，又没必要去记录的话呢，我就忽略掉。现在都是这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接下来是九月份嘛，九月份呢要帮贵粉申请一个小学，因为他读完今年之后，下一年呢要开始读小学了，所以我们有在考虑当中，我们家对面或者其他两个预选，他要选三个之后呢，到四月份，下一年四月份的时候呢，三月份吧，三月份左右吧，就要申请妹妹的学校。妹妹的学校就不用想了，直接去贵粉的现在读的幼儿园，不能说小学，对，那里读就OK 了，因为哥哥录取，妹妹就很容易就录取了，就是这样。就是我不知道对家对面贵粉的那个学校要不要他，如果不要他的话，那以后我就开车带这个两兄妹送到他们去那个就是山顶上那个学校，这个比较好，因为有公立的话，公立虽然都免费英国，但是呢有好有不好，你也可以去读私立，我觉得读小学没有必要，等到 A level 的时候再读私立吧。我是这样觉得，不要浪费那么多的钱，可以就可以，我很相信英国的公立的，对，还不错，因为这家对面呢，这个公立呢是刚刚私立转成公立，我觉得 why not， 对不对？看看能成功吗？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去看看无聊的片，拜拜。哎呦，早上好，你在吃什么？他在吃这个薯片。好像闻到一个屎味，好像妹妹拉，妹妹你拉屎了吗？给爸爸看看。哦，没有，你看妹妹，现在这个女孩子啊，现在素颜的状态就是这样，头发乱乱啊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帮他们上课了。现在妈妈教他们认英文字母 A B C D E F G， 对不对 ？Bus， 什么叫 Bus？ 给你看看，贵妇现在穿底裤了。嘣，嘣。Go Ranger！ 哥哥不走。Yeah！ 好，我们上课。喵。C C， 你怎么写？你写给妈妈看。C cat。C for cat。这个什么 ？Cat。这个呢就不听课的，你看。D。这个变成这样。这是什么 ？E。D。这个妈妈教他们数英文数字，因为。快要上小学了，小学呢他要认那个字母啊，所以到时候面试的时候他不会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又来 H 是怎么样？嘿嘿嘿 X Look at this girl, look at this girl, look at this girl, look at this girl, Lego Lego L 在前面。Lego Lego， 拼命拼命的狗，拼命拼命的狗。PJ Mask 跟 Lego， 拼命拼命的狗，拼命的狗。我们呢上完课了之后呢，现在呢要娱乐一下，玩一下玩具，就是他们假期的在家里的一天了。妈妈也很少带他们嘛，所以妈妈要陪伴一下他们玩玩具。现在要玩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的那个狗狗那个游戏，贵粉是不敢玩的。妹妹，你看，你看看。哎。妹妹胆子很大。妹妹拿一个。不要。乖乖来拿一个。不要。在做什么好吃的？今天做那个kimchi jjigae， 就是以前我在韩国
刘学最喜欢吃的就是泡菜汤，是怎么做呢？来看一下，这个呢放了一些，要一些肉，要煎两片肉，洋葱，还有那个就是葱，要把它煎一煎。之后呢，这个呢要煮饭，用米水，用米水倒进去下面。你看，哇，那么多米水，一定要用米水煮，因为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在寄宿家庭嘛，旧家庭那个叫做阿朱嘛，就是保姆，就是那个奶奶吧，就应该这样讲吧，叫我们这样做的。之后呢，我们呢就拿一点泡菜，那个泡菜呢。妈妈哦，干嘛了？泡菜呢，在我们家呢，经常有的，那么多，放一点，再放一点点，你来看看，啊，就给它这样放这里，看你们吃多少了。我是这样，然后呢，一定要放一点这个豆瓣酱，为什么要一定要放在豆瓣酱放在 kimchi 鸡里面，这样才好吃的，也这个也是那个猪妈叫的，那个奶奶叫的，要一点点，我喜欢放多一勺。不好意思啊，好，这个就搞定了。还要加一点辣椒酱，这个辣椒酱里面，这个辣椒酱也加那么多吧。那个贵粉的少，没关系。OK， 之后呢就等它滚，它滚了之后就 OK 了。看你们吃多辣，我还有一个这种辣椒，我想加的。我发觉我们家好多韩国的东西，又没办法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去韩国了。贵粉，这个贵粉吃不了的。嗯本来是吃不了，就一点点，那个要调调这个色就 OK 了。OK， 我们加点味精先。对，再加点味精。下饭。对呀、啊，一点点味精之后呢，这个其实是鸡精，不是味精。有糖是最好的，这样没有。Oh no！ 忘记买糖了，等一下我下去买糖先哦。哎，我们去那个用那个就咖啡吧，麦当劳的咖啡倒进去，因为确实不麦当劳的咖啡倒进去，不是麦当劳的那个糖啊，这个呢也是那个 kimchi 那个酱油，为什么呢？要用一个酱油，因为我们的 kimchi 不是很多那个汁嘛，要倒一点这个 kimchi 酱油是非常正的。还可以用它来吃，还可以用它来，我是喜欢用它来吃那个烤肉，但是呢，我今天做这个呢是没有这个的，不用这个的。为什么我那么懂韩国菜？你想想，我19岁，我现在31岁，我19岁是在韩国，想想有多少年了，书啊这类的东西，真的是不想吃韩国菜都变得就是觉得要回味一下。那今天顾客赢了，我喜欢加就加在上面都好了。今天呢，等一下呢，我要做那个，来这里看，今天我们就其实烤点五花肉，就是叫Samgyeopsal。OK， 我加一点这个麻油在这里，一定要加麻油，还有要加白胡椒，要蘸那个Samgyeopsal。Samgyeopsal。OK， 随便你 ，whatever。这个呢，就是第一个酱油，这样很好吃的这个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你看看那个。烤那个香吧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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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吃哦。好了。姐姐，我过去，走吧。哇，搞得有点乱，因为有小孩子没办法。买了2个卡西。因为坐车的时候呢，我以前呢买了2个的，因为买了这2个呢是很便宜的，12磅一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2个就够了，后来发觉是不够的，因为这个是只给4岁以上的，因为妹妹做不了，妹妹怎么说？妈妈说这种不好，那就是泡沫的12磅，这种就，好，这次呢我们就买了一个好一点，这个是龟粉的。我们有2个，这是龟粉哦，这是妹妹的，这个是龟粉。看吧哈，妹妹这样一样。那是他在阿美总呢有几个可以选择，如果能你选黑色的话呢，他就要49磅；如果不是黑色，不是蓝色。如果是那种叫做什么，这个叫做紫色吧，应该叫紫色的话呢，它就37磅，就便宜很多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。其实就颜色而已嘛，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事。好，我先撞一下去。
现在这两个东西都全部装好了。妹妹这个呢就有点难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它这个还比桂粉的贵，但是非常难装。我觉得这个呢大概是，快四十多磅吧，这个也30多磅。这个呢，我觉得桂粉这个就是便宜的还比较有，就是有 quality，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，因为妹妹这个是 one two three 的嘛，桂粉那个只有 two 和 three。为什么叫 two 和 three？ 到四岁和12岁 ，one 呢就是零到四岁 ，two 就是4到7、8岁，之后呢就 three 呢就到12岁，是这样的。就桂粉那个是四到十二岁的，所以因为桂粉那个有一个缺点就是，它没有那个安全带，是要靠那个汽车的安全带的，要透过这里这样绑过去，这样妹妹呢只 handle 在这里，整个 handle 住，那这个就 OK 了，才有自己的固定的安全带。你看，因为他们两个打架，经常打架，打到那脸黑了。今天呢，都带他们去看看鱼了，因为下个星期的话呢，能看得见吗？应该能看见吧。下个星期我们就要去上学了啊！打了小孩子，他们两个都 OK 了。这里不好意思，这里晾衣服，晾他小孩子的衣服。好，我们出去了。来 ，come on，let's go。门，爸爸锁门。OK，let's go。谢谢哈，看看鱼，就这样。宝宝巴士，对。走吧，这边。哦，我们下雨，我给你们看。哦，不是吧，这样搞我。排下队的，那想去等一下，不要等人，要等这个人。那我们吃完最后这一次，我们下星期就上学了，好不好？爸爸奖励给你吃 ，OK？ 你们都坐好哈，你让一让给妹妹，好，你讲给大家听。One， 这是 one， 这是 two， 不是 one。Two， 对 ，two。Two， 啊，对。Look one， 出来啦！我不快玩，爸爸可乐。Is it this one? Thank you.会吃吗？吃这个，你要切的吗？你吃这个，哇，精美，好好吃哦。弄，这个干掉了，这个太久了，放氧化了。这样不好吃。
嗯，挺好吃的，哥。再来一次，要不要把我给弄？哎呀，哇，我不会吃你的啦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无聊？就是这记录生活嘛，不能说无聊，生活就是无聊的过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了，我们下次见 ，vlog， 桂芬，来 ，come on，say 拜拜嘛，一起说拜拜。你看这个，你要上小学了，到时候、哦、你会讲话了吗？会了，哦，会了。今天妹妹现在在上班，为什么呢？妹妹要上班，妹妹现在要装着像大人那样买蔬菜。可以看下面那个超市那些啊 ，Tesco 那些人。好，拜拜 ，See you next video， 拜拜 ，OK， 拜拜。I'm a master and you're going to lose this game.